看奔跑吧，突然看到一条弹幕说周深无论在哪里都是团宠。其实小编觉得不是这样，视频由娱乐叨叨叨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，其他账号均为盗窃。周深本身就是乖乖的，很听话的，从来不需要大家去宠他，更不会恃宠而骄。恰恰相反，他总是给人一种舒心和安心的感觉，总能注意到别人疏忽的细节，自然而然的把大家粘合在一起，充当衬托和补充的角色。这一点在最近一期的跑男里尤其的明显，虽然大家都说这一期不好看，但周深的表现却真的可圈可点，积极 Q 飞行，抛梗接梗不断。突然想起咪咕动漫曾发布过一条官微，说感谢周深带来这么好的能解答一切的答案。电影宣传对只会画画不会说话的人来说压力真的很大，但只要主办方说有周深一起，我们就立刻完全放松，台上台下每个人他都会照顾到。小小的你竟然一直是我们最有力的依靠，小小的你竟然一直是我们最有力的依靠。原来在无形中他才是大家的支撑和依靠，让别人不自觉地与他接近，从而更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温柔和力量。希望带给我们这么多温暖和感动的周深能永远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